这个塑胶套是让大家留下来的，哦，可以装这两片，好，哦，这个里面的塑胶袋是可以把它拿掉的，好，哦，啊，这两片就把它装在这个里面，以后放的时候至少有一个这个塑胶套，这个塑胶套是蛮硬的，好，哦，这个用这个塑胶套可以让你装，可以保护你的这个凤卡。绒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哈，哦，也夹毛，对吧？就算你静电处理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有去做这个静电处理的这个，对不起，静电处理哦，妈是赶快来干哦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家里哦，像我们这些姐姐呀，啊，哦，姐姐妹妹啊，哈，哦，这个我们就不讲阿姨了哈，哦。对，家里一定有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，它是那个除毛的这个滚轮哈，哦。你知道它这个是这个最早设计的是 3M 设计出来的，它只要一这样滚过去，毛就粘在上面了。这样滚过去，它毛就粘在上面。好，去买这可以去买这个。我记得不要买 3M 的，不是不要买 3M 的，你可以买 3M 的，你也可以买别的牌子的。像我买这个39块，上了高峰娘。然后你用完之后，它可以把它撕掉，哎，这层就把它撕掉就好了。好，哦，所以它是很方便的。好，哦，它是可以让你一直使用的。